演技大考验恐惧片，难怪真真不幸抽中鬼牌，皮皮错的站在蚯蚓堆上，到现在头皮还在发麻呢。演技大考验，演太烂就滚蛋。哦，玉林哥，你的小动作蛮多的。好的，到底谁正在被电呢？开始，小小鱼，请电。不能太靠近，不能太靠近。啊！停停停停停停停！摇滚区到这边，你们是买外野的票，你不能跑到摇滚区来。要买票。山猪，请电。开始。baby 有没有？好不舒服。神隐少女，沈玉琳，请电。好假！好丑！怎么能丑啊？玉琳哥，太假了啦！这什么东西嘛？不要什么演法？这什么东西嘛？语文来喽，开始。你是宿醉什么？皮卡罗，语文妈妈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像喝到假酒。好，停。好，各式各样不同的演法都呈现给大家看。还有一个机会来了，你们可以选两个。这关都好浮夸哦，二分之一的机会，你觉得哪一个最有可能？我想观众要求应该是先小小的。哦，吃得好是吗？观众没有公正一点，观众没有说你是队长，观众没有看到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不会要求我，他就是观众，全家就是他家。对，我们全家都是观众。是小小鱼再垫一次，预备起。哦耶！哎呦呦呦！哦！停！这个受不了，这个受不了，这个受不了。第二一位，这位受想电的是谁？哦，还可以再垫一个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还是再垫一次小小鱼。那就是小小鱼再垫一次。哇！这次电力好像比较强哦。受不了，我觉得应该不是小小鱼，这样会因为我觉得山猪有点刻意一直在往下面这边看。如果是真的是小小鱼，他在演啊，所以绝不是小小鱼。我跟你讲，答案就是小小鱼啊！真的吗？因为这东西是真的吗？骗不了人。台哥不是选女朋友哦，对啊，你都不跟我们讨论。台哥太会看我。我的意见是小小鱼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可能连装。哎，真的，他脸是有变红，对，脸都红吧？他这个被电到红哦。跟他是演是演不出来，演不出来是。这样好了，我给你一个 special offer， 好吧？这么好，特殊供应。好，我四个人一起开店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好吧，这样更好。那现场是鬼哭狼嚎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低一点点。来喽，四位一起开动，一边起。出人命了！玉林哥也蛮深的，玉林哥刚刚有没有？他抖的还有皮，嘎嘣声，他抖到蛀牙都看得到。他真的像威廉古堡里面的歌词，他笑起来像哭，哭起来像鬼。对，李达，小小鱼连庄，小小鱼上，小小鱼上，多少第二分？二一揭晓，不是我，三打猪，不是我。为了要确定说是真的山猪，我们在最高频率电一次。来，你开到九来了，有吗？你开吗？有了，有了。真的，有了，好，就是啊。哎呦，他脸
这会晕的、欸、小小鱼好会演哦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哎，今天从头到尾只答对一题啊？啊，哪一队答对了？我们、啊、恭喜台歌队获胜。好了，明天同声继续回到我们的。